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不支持台独是美方做出的严肃的政治承诺。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，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，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，执意进行谋独挑衅，只会使台湾陷入险境，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。